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这款游戏，叫做《勇者斗恶龙》啊，创世小玩家啊，第二代啊，老头呢啊，忘记讲了，第二代的体验版，目前还在体验版当中，然后呢，将来会支援中文。好，然后目前是我在日本跨区下载下来的体验版，现在是只有日本那边才有办法下载。目前是只有 Switch 这个版本有体验版，其他版本 PS4 啊、还是 Xbox One 还是哪里我不知道啊、目前好像都没有。那将来会有繁体中文啊，不过呢，老头想要先来体验一下这款游戏呢。一代老头就已经看过了，但是呢没有玩，因为当时老头没有 PS4 啊、老头比较可怜。啊，现在有 PS4 了，我们可以来玩二代了啊、没有问题。那这款游戏吸引我的一个特点在于说，它很多元素跟 Minecraft 有点非常类似，这样就结合了勇者斗恶龙的一个概念哦。这个我的第一印象直觉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后续玩下去的那个感觉会是怎样呢？这个等一下体验应该就可以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就不要不多说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日文版吧。好、哦，全部都不改，我们就直接决定了。名字的部分呢，又有一丝日文，我突然有一种回到以前玩那种宝可梦皮卡丘版 Game Boy， 然后呢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取名，都会取这个，又或者是问号问号问号，那不然我们就取这个好了，一，哎，怎么不能取？哦，再一次，哦，我们就取波浪波浪，哎，不要不要，我要怎么倒退啊？波浪一波浪一波浪一，我的名字好屌、哦，可以就决定这个名字了。我要叫波浪一波浪一波浪一 ，Let's go。哦，然后日文有点看不太懂，没有关系，这边有一些教学。骑乘右转按 A 配置什么什么什么。好，我们再继续，就用这个一般的这个配置玩了吧。初级配置的这个按法来玩。哦，什么东西破坏了？我们再。好、哦，这是干嘛？这个是勇斗的大魔王吗？教团之主大神官，魔物各地破坏。嘎嘎嘎嘎嘎！我怎么觉得他这个笑声好像似曾相识的样子啊？嘎嘎嘎嘎嘎！破坏神三人勇者打倒了破坏神，哇，打倒了！啊，死去。以往生，好、哦，这是谁？几年月，世界和平，世界已经和平了，是这样吗？世界怎么了？不知道啊！破坏神，公山小，地狱，啊，那我现在呢？哦，那个 logo 出来了。勇者，他叫我。世界需要你的拯救啊，勇者，是这样吗？你今天拯救世界了吗，勇者？青菜公公，我靠，骷髅头！哇，我睡在这里哎！哇，这个画风好可爱哦。啊，我是不是被这些魔物给当成这些怪物当成俘虏啊？我是这边的，我们是这边的那个。俘虏是不是？替他们把屎把尿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哎，不对啊，可是我被关起来，好像是的样子。叮叮叮，移动。哇哦，我可以移动了。按 B 可以跳 ，OK。死给。按 A 开门，帅哦。跟他讲话。按下 R， 哦，按下 R 可以高速移动，这丁小雨式跑法吧？丁小雨，啊，这是个鸟山明作品的啊，这画风也是鸟山明啊。哎，是干嘛啦？怎么这么多箱子？怎么回事？还有史莱姆哎，这干嘛？保管物品。噔噔噔，算了，我觉得我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好了。后面也有人，
教团，什么东西啊？嘟嘟嘟嘟，哦，有问号，哎，不，有惊叹号了。那骷髅头看起来好呆哦。见习，我是见习生。吃饱就要干活啊，是这样意思吗？哦，空腹肚子饿就要吃这个东西，可以恢复体力。我现在的饱食度是 60%， 按下我们的叉叉键， 65% 又可以补血。我这还有饱食度哦，天哪！啊，好吃！再来嘞，噔，这什么意思？有了新任务。啊！得得得，五匹魔物要干嘛？哦，要跟五个对象说话是不是？哦，在那边有标记啊，就这五个史莱姆。好，虽然不知道跟他说什么，我也不懂，对话就对了。真希望呢，赶快出中文版 PS4 的，我应该是会买 PS4 版本的啊。感觉非常的有趣耶，真的觉得有趣。一代我是没玩过啦，我还在犹豫说要不要来尝鲜，先去买个一代来玩，还是比较好的。我怕我时间不够。好啦，这个说完了，跟五个魔物说话，然后呢，又有新的指示。流木五个，做成十个木头。哦哦，我可以把它打掉，一次给两个。收集要素，砰！哎，我这边可以往下跳，这该不会待会做出来是要让我去补这个船舰的吧？这个船只啊，应该是哦，我觉得是，因为刚好那边两个洞，然后呢？这里木材甲板，叮，又给了乐固了。三个魔物信赖。完成三个任务，这个木材，哦，有，这要干嘛？做火把吗？卖块啊，然后把它放在这个台阶上面的意思吗？哦，这个吗？那还真的嘞，全部做完了，合计。我只能做三个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啊，木头不够，怎么15只啊？啊，他一次做5个啊 ！Oh my god！ 然后这可以移动，哦，有火把了，放这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放了、欸，十个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完了，放错要把它敲掉，会不会还我啊？哎、欸，好像会，会还我哎、欸，好哦。啊，算了，麻烦，懒得拆。这个靠边又放错边，我揍人了。耶、yeah! ，我成功了，大哥。现在要干嘛？甲板，跟谁对话？回头跟这位家伙吗？他这个意思应该是跟我讲说要完成三个魔物所交代的任务之类的吧。上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那边也有哎、欸。来来来，他干嘛？船长的命令。完全不知道干嘛。嗯？嗯？我又没武器。妈，拿火把揍你哦！靠呗！哦，来，
打我才一滴而已，在那边倒地了。哎，我还没把血量打到最低，他就直接垮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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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真的好强啊！大丈夫。好，我成功了，有战斗元素 ARPG， 我不用武器就赢了。哇，送我武器哎！死给！我刚手上拿的是武器还是矛啊？还是那个毛笔啊？滴叮！哦，那不是武器啊，那是血啊！习得了蓝图木棒攻击一把，呀哒！我可以现场去学吗？还是要我做一只是不是？去工作台做一个，做一只给他看。不用做一只啊，我自己身体就有，没有没事，没事。这个武器木材一个就可以做了，撸出来了。装备 ，nice。霍甲，霍甲，有没有？我的棒棒是不是坚挺出众啊？开敲，霍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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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废物，好简单啊！呵，大胜利，耶！我打倒了，有什么奖励之类的吗？哎，教我战斗呢？又有，应该不是他了，应该是下面的牢房吧，我猜啦。哎，他死掉了。哎，又复活了，然后又倒了。到底想干嘛？上面这个吗？看来不是。哎，这上面我好像还没上去过，是不是？看能不能上去。这边可以爬的样子啊！我靠，好高哦，好高哦！天哪！我觉得这游戏跟麦块元素很相似，到时候又可以开始盖一些建筑，有的没的。呀！呀！哇！我可以从这边跳下去，会不会死掉啊？喂！高处坠落。剩下一滴血，哦，好的，哎，原来这边有任务，该不会有战斗了吧？手套，萨诺斯的手套，六个桶子，叫我用空手把桶子打爆 ，get， 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死给，抓起来哦。看我怎么拿火把，这个要放哪里？放哪里？甲板上面放六个桶子，应该是排在这里啊！哎呀，我懂他的意思了，我懂了，这里啦，文来如处，文来如处。而且你这个要对的稍微要有点准度，你才有办法把它举起来。你看这个没有对到的就不行，它这个感应不是很好，难怪拉不动。好，再来就这边两个嘛。Yes， 来来来，把它放好放满。到时候呢，可以来玩这个《创世小玩家二》，来起房子喽。又是一个精神时光屋的游戏，我喜欢，大成功，有了，噔，三个任务解完了，应该可以去找前面那个队长了吧？有了，结束了，三个委托全部结束，耶、yeah ！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可以干嘛？开战吗？找谁？结束了，嗯，还要打我是不是？感觉他好像要揍我的样子。
哇，暴风雨来袭。啊，暴风雨结束了。这个应该体验版就这样没了吧，是不是？世界创始坏。没人说还是。这样交头接耳。窃窃私语。他干嘛？去船舱。哦，下面啊，我看见了。要我走这里啊？哇！叫我赶快躲在这下面来是吧？呜呜！船损毁，铁达尼号。大丈夫です。船我来控制。谁来呀、啊？完了，大事发生。What happened？ 哇，爆破了！来来来来，毒水时间，我知道。拿起你的木箱，举起，然后，喂，耶，根本就卖快嘛！我的天啊！另外一边又破了是吧？看来真的，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要淹进来了，好好玩好玩，好玩嘞，哎、欸，那这个需要点角度，不知，哎、欸，哇，看那史莱姆，哇，泡澡呢哈，哎、欸，死给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原来这裤头有六根头发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帮我把血给堵住。他这样讲。还有哪边？哇，这个一次来三个，跟我花的。不过还好啦，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时间限制啦，我可以慢慢来。还是说我直接放个火把在上面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可以欸小一点这样子吗？没关系啦。我就放火把嘛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放个火把、啊？然后 我堵不上去了，笑死！哎、欸，完了，哦，那都不见了，完蛋了！我先把它清掉、哦。我刚敲到什么东西？我刚把什么东西打掉了？算了，不管了。噔噔噔噔噔，居然可以这样隔空哎、欸！麦块啊！你要说这不是麦块，我才不相信呢。啊，这个可以打掉变成木板啊！哎呦呀，很可以哦，这也可以，有趣有趣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堵了我的血啊！这个没救了吧？破了这样子，有堵跟没堵一样。哇靠！我们的队长放了什么东西 ？AT 立场，呀，没了！这时候要放一个振奋人心的 BGM 哦，我被冲走了。哦，我记得这个二代的故事好像就是我们这个男主角，这个男主角被冲到岸上，然后重新展开生活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哇！他要我们把这个祭司给毁了，然后不愿意投靠黑暗势力的都要把他杀掉。啊，强迫入教，你要不要信教？哇，怎么突然觉得美美的？呜！哇！这是谁啊？哦！哒哒哒哒哒，后面那个超级赛亚人士。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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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神奇棒棒哎！耶！哇，超帅的，感觉好玩，期待期待。哪里鬼？哇！行，好玩，我买爆，我真的，我这个他发售的当天，我绝对买。绝对玩，这不用讲了。希望有个剧情模式可以还让好好的让我体验。哦，我真希望是有剧情模式啊。哎，还有、哦。